大家好，我是林哥，粉丝想吃万个尖尖，今天正好李叔加油，就是这一片，等会儿我帮他收了，今天帮他发出去。这里面豌豆尖是种在我们这个大山里面的，没搭大棚，自然生长，所以它这个产量不是很高。今天这个产量虽然不高，但是看看这两块地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收益。今天我们这个豌豆尖是头茬，特别嫩，这个还没长个钩，如果这个长了个钩啊，就稍微就有点老。你不烧几个的嘛？那你们种了好多菜子呢？哦，那这个安逸啊，自己种的菜子榨油也安逸。哦，我们这个菜子你看，等菜子不成熟，他国家要收的，等私人再收。每年打了那菜子一亩地收到好多钱？一个我最好个收六百，六百斤，今年是3.5块一斤可能噶。我们在屋头卖3.2块，三块二。直接在屋头抓完。可以，采子时间短的嘛。供不应求。是，只是属于一季。嗯。这边这片地这个还长得比较浅，还等几天。今天就收的不多，可能只有10来斤。走，我们去装箱。今天摘的不多。还特意去买一些纸箱，我们先开始装箱，计划装2斤一箱，一个后放一个冰袋。去皮在哪里啊？哎，去皮。纸里哪里啊？纸里哪里？好。哦，这个2斤有点多。这个豌豆尖不咋称，因为这都是现摘的，又没一点的水分。那几斤？嗯，到了，装不到2斤。这是干的，太不大成了，装的有点困难，林哥嘞。这才装了好多，现在才装了1斤，原计划装2斤，但是今天这个太干了，又特别嫩，只装到1斤。装1斤的话，可能这个成本稍微要提高一点点，就装1斤。好。别的豌豆尖都是没扎成，我们的豌豆尖这么一点，水不扎成呢。这个冰袋基本上都没好大一片沙，还有去过皮。哎呀，前两天他们都成，最后喊你跑去装，成在那些做几年的了，成冰多年都成在。他们这个意思晓得吧？把人家吃完吃。吃对面。煮几碗面巴适得很，这个兄弟们，我们这儿包好了，我们算下成本，菜八，加香山，再加快递山，再加冰袋零点二，再加平台费用大概是零点三，总共一箱是14.5，那么总共今天包九箱就是9斤，我们8972。直接乘以9嘛，8972说，今天有点少，主要是还挣点钱，下次就多了。这次收益虽然不多，但看地理情况还会收很多。持续关注三克林哥，帮找山村好货。